杀出两头翘，身穿一件大龙袍，三月初三就去挂哨，放了一个大龙炮，啊屁咚跳，害我的祖先吓一跳，他跑起来问我官子叫哪里来，糊里糊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无糖仔，对西啊，来烧鸡来。我不是别人，尊我叫做林三郎。什么啊？我这种阿骨头的叫声，哪会使做歌？你看卖，调低我无人的，阿骨头嘛会使做歌。讲到阮福州，讲田所在做汉仔。我想讲写公文给万岁爷，见滴，迄万岁爷就提钱落来，什么啊？钱无提落来，我无收着，叫我找人要来求和，叫伊三哥去打故事，哪会也袂转来，原来是公堂所在来人啦、啊。有事通报，无事就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啊准备啊！无安尼，你叫三哥去准备水果啦吼，下期
遐揣门四班遮大尾。迄等下吼，车巡车哦，我要转去孝哥。借问一下，嘿，你有看过伊啊？不是，伊啊有门四班遮大地吗？无啦，我意思讲哦，伊啊较大尾啦。伊啊较大尾。对对对对，嘿啦，这种的要 Q 号哦，不是伊做的，爱有三两三才有法度呢。无安尼，我先转来去准备我的物件。物件准备好的时阵，我再来到这个所在。当天求雨，要不要求雨？是当天的哦。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明天，也不是后天。那我想昨天嘞，就今